哎，能听到吗？做谁吃的辣条？但是现在的蛇冬眠，它一点。你们演员敢不敢拿？哦，放在这个位置是挺安全的吧？脖子是？这个位置，七寸。你敢抓不？我敢。你敢？东北蛇的吗？这是位置是安全的。胡歌王，你敢不敢？我胡歌王，我抓过那个这么大粗、这么大粗的那个大蟒蛇，那个拍照片的蛇是吧？对，就是一只巨大的那个大蟒蛇，就拍照片用的。对，知道很安全的，是训练过的嘛。啊，在动物园跟老虎拍照，结果我受不了。Oh no！ 我特别怕那个老虎、狮子那个，我站在旁边的时候，你就感觉抖，对，你感觉不太行。预备，开始。哎，你要干嘛呀，小哥？你要干嘛？你是不是也被附体了？你？再给他暖暖身子，哎，好爷我暖和，来吧。好，停。这不像个这个时代呀。那么近，这个也是。这个钱打多少钱是吧？哎呦，我的腿啊！哎，哎。好，停 ，OK， 好，停，好，马上换人了，哎，四妹，这跟你有点像似的。你看这喜庆劲儿，你摆个同样的动作之后给你拍一张，你看看像不像？啊，你看喜不喜庆？你俩像不像？一会儿吧，对完了再带东西。对。嗯。不是小心拿刀在我嘴里嚼。为了救你。对，我刚刚看他也是这样，就跟你咬的他似的。我才不呢！我看这个怎么那么吓人？你这是干啥呀？拿刀在嘴里嚼。你现在还能说话吗？可以说话。嚼完之后还能说话吗？肿吗？哦，肿。大鹅，我偶像。一二三。